超神宇宙中有一棵十分巨大的星系树，树状结构下是分布在不同星系的文明，这些文明里处于同一维度的，我们称它为主生物文明，例如地球，而那些未被发现和定义的领域，我们则称之为次生物文明，也叫虚空。神和文明、天使文明和暗世界是主生物文明中最高等的三个文明，也代表了已知宇宙的最强战力。他们掌握着地球人难以理解的科技，拥有远超地球人认知的力量，他们的生命无限延长，近乎永恒。他们是外星人。2013年9月，外星入侵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了地球，力量的悬殊使得人类节节败退。面对着根本无法与之匹敌的强大敌人，一群继承了超级基因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，他们不畏生死，浴血奋战，一名超级战士可抵百万雄兵，他们就是雄兵连。